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呀，你这么长块菜了是吧？要请，差一下，没事的，一下子呢。哎呦，谢谢。这泡泡对鞋子、对皮肤，它是没有伤害的。我们这个是干洗的啊，对，它马上擦，它马上干，它马上它就可以穿。对，就那么洗刷刷，洗刷刷，从上面我们往上面刷，刷着我们鞋子泥巴，从上面我们往上面拉，拉着鞋子的灰尘啊，就这么干刷、干洗、干搓、干油，不需要加水，也不用洗衣液，也不用洗衣粉。洗完了鞋子啊，它不需要晾晒。洗完了鞋子就可以穿了，你看来找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抹布来，一二三，你看，妈呀，鞋子擦亮，因为风口才有方向，鞋子就干干净净了。你看，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，这擦过了，这没擦了啊，两只呢，放挨近一点，你看。